揸直升機唔係講玩，分分鐘人命攸關嘅。無論你有幾耐飛行經驗，都一定要睇環境睇得一清二楚。個眼鏡差啲都唔掂啊！因為越睇得清楚，你就越有把握應付突發嘅意外。有時生死真係一線之差嘅啫。高登眼鏡，只因視力無價。